小侍女身形优势，轻松达成浪漫情节。Oh my god, you are so tiny.你好小只哦，个子小最大坏处是什么？超商那种最高的都会拿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就是请别人帮忙啊。你从没帮他拿，好man哦，你这样就有感觉了耶，然后再不敢再跌倒，跌到你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场。